全球景气复苏再加上自动化需求持续增加，上影还有成泰乐观看好下半年的业绩表现。上影指出，目前接单畅旺，尤其是具备有高阶复合化机种，在市场的能见度很高。成泰是表示目前订单满手，那么第三季已经满单了，能见度看到第四季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两家厂商纷纷加速投资这个设厂的脚步，不断来扩充产能。